盖到1000万，一人抽10下。支持支持的就点点赞赞。我很累。阿群茂，他们都点赞赞，点到1000万。阿姨，你别说话，你说啥子？阿姨，你开心一点。说真的，你开心一点。说啥子？啊。别说话。我好好跟你说一下，阿姨，阿姨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说话。其实你真的也是挺善良的，还是真的，还是一个好母亲，真的挺善良的。其实你也是挺可爱、挺漂亮的，阿姨。他要你，他不知道。别说话了。是真的啊，是真的，阿姨，是真的，阿姨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确实，阿姨也是，确实也是这样子的，阿姨也是挺可爱的，阿姨，阿姨，你真的平时你也很能干的，平时你也很能干的。你别说话，你除了说啥子？真的，阿姨，你听我讲嘛，阿姨。你听我讲。不听。你去。你，我知道，阿姨，你的心情不怎么好。你，其实真的，你挺漂亮的。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又很能干，又很勤快。真的。阿姨，今天你真的也很辛苦，我们也。给你找了那么多活干，就是你觉也没睡，我们到这里都这么晚了，还要帮我们打包，然后真的你平时也很辛苦的，是不是阿奇莫？对不对？我觉得阿奇莫，我觉得阿姨平时真的也是挺能干的，阿姨也挺漂亮的。阿姨。你挺辛苦的，今天我们给你做，麻烦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你挺辛苦的。我这样子，我是我们是一家人。啊，阿姨，这你不，喝了、我等一下就走，很快就弄完了。喝了，没事，赶紧喝了。很快就弄完了。你喝了，你不用弄。那忙不记得那，你再说。你不喝，喝了，先不是赶紧。他开了有车，喝了他。我开的有车，我一会儿都把这个拉着下去了。他开了车嘞，有灯嘞，喝了他。我现在走不了啊，阿姨。喝了。他东西还在这儿的嘛？东西一直送。想嘛，我值嘛。你卡片在这后面没？你先忙，把这方面你先弄好了。你还帮我们打包了，对不对？阿姨，你先别生气，真的。阿姆，你忙，你谁不没？谁不？我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怕我住在这里。我知道你怕我住在这里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马上把这里弄完，打包完我就走了。我小猫包的好快哦。啊，对，阿姨，很快的。啊不，喝了，你不，小猫马上都包完了，马上包给你，你包那么快的，马上包给了，马上包给你，不要说啊妈。我明天我来不了，我真的明天不来了。
不能不能不能装。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个弄好，我就拿走的。喝了。啊。我给你煮了，喝了喝了。喝了。小麦，我。喝了。喝了。你煮。行，我们也晓得喝了，我们也晓得喝了。阿青哥，没事没事。啊，阿姨，这样这样子吧，阿姨。没事没事。阿姨，你把。小麦，喝了你。喝了吗？我们是我我们鸡腿面鸡腿鸡。你看，喝了，喝了，你喝了你喝了，喝了你做可以做了。你先听我说，阿姨。喝了喝了喝了。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嘛，你先坐下。喝了二群猫，你赶紧打包，你赶紧打包，你赶紧打包。喝了，哎呀。你赶紧打包，二群猫，你赶紧打包，你赶紧打包。你先听我说，我跟你说嘛，你听我说，二群猫，你好好的给阿姨解释一下好吗？啊，好好的给解释一下。嗯。因为这个竹笋到了明天的话是不行的，它就会坏，然后就不行的了。你好好给阿姨解释一下。你好好给她解释一下，知道吗？阿姨，你别动嘛，你别动。你好好的听我给你解释一下，阿群们，你帮忙给阿姨解释一下。你好好的给阿群们好好给她解释一下。我看我晓得天黑了，他也晓得天黑了，这是人家他朋友买了的。你们看，这是人家他朋友买了的。你，小猫。你们看不能。不，这是。没事，你别听他的。我自己找事情干，我活该。你走，明天咋了？我明天咋了？你走。明天来不了。你明天走了，明天来嘞，你走了，你走了。我都说了明天来不了，咋会来不了？你走了，干嘛呀？凭什么？这是我买的。你一起拿几组嘛？你把它收起来，我拿走了，收起来。走，我拿走。阿熊猫收钱，收起来，阿熊猫收钱，收起来。走。好了。把这个收起来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没事。收起来，阿群猫。小猫，你管他们呢？这人家买了嘞，人家他要拿给他朋友嘞，他不拿走，明天我们拿啥子去给他送过去嘞？这是他买了嘞。明天咋了？明天咋了？快了，走了。这样子吧，阿姨。你睡觉吗？我打包你睡觉吗？你困了。来，阿姨，这里我耽误一会儿时间。这个你拿，明天去买点菜。这个你拿着，给阿姨，把这里给收拾一下，给阿姨了。好了，别说。好了，来，你不用管了，来。阿青哥，你这样子真的。没事，我已经给阿姨200块钱了，没事。快一点吧。我们就抓紧时间打包，打完包我就走了。明天我不想那个了。说真的，我自己找不到事情干。我不想说话了，朋友们，真的，懂我的人自然懂我，支持我的人自然支持我，你们能不能把站站